去帮场务组架高台。我们是来做演员的。알겠습니다 선배님。啊！对不起吧。有没有消失啊？没关系。我知道你的想法，但还是要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吧。其实他心里也是蛮好的，说。对啊。但他们就看着他，看着不紧张的样子。 今天现场如果还是这样的话，你们两个都不用了。접시 때문에 그렇게 화낸다고? 수영, 去找不就解决。 好久不见，是啊，大家都叫我金太太，很久没有人叫我李小姐了。哎，徐姐，你看他怎么样？不错哎。我就卡给哦。赶紧把药给安顿，安顿。好，谢谢，好，谢谢。车门不拿配，是那个，술주고올게요。그래，그럼멀리가지말고문앞에만갔다와。네。我。왜그래요？霍太人。 뭐 하자는 거예요? 죄송합니다. 얘가 아무 거나 봐요. 밖에 기자들 있다고 우리가 누명 씌워서 고문이라도 하는 것처럼 그럴 필요 없어요. 아닙니다. 그러니까요. 아주 자상하신 민중의 지방이신데요. 자, 그러면 다른 문제는 없는 것 같고 여기에 지장만 찍고 돌아가세요.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네. 감사합니다. 예. 감사합니다. 아씨. 아씨. 에? 장수 조지, 네가 완성도해주면 내가 오면. 学姐，我们真的不会有事，你们早上还要拍戏，这样会不会太累？哦，我看学姐是担心我们成天吧？才不是呢，我是担心你两个笨蛋。你们两个的脑浆加起来啊，还比不过一只猴子。我是怕你们在警察面前耍猴戏，就这样。
对啊，没错啊，刚成天在里面打瞌睡，还在那边，电力机门，电力机门，电力机门，哎，电力机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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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也听披头士啊？哦，从小跟我爸听的啊。我爸最喜欢江 志忠，志忠，志忠，要丢到多少次才会甘心啊？你到底要听多少次你才过瘾？
听音乐嘛，连听音乐的自由都没有。你当然有自由，但除了这个。你要到哪去？出去随便走走。志忠，别说了，再吵也没意思，何必呢？进来韩国？对啊，好期待哟！这有什么好玩的？有啊，韩国也好大好玩的，我可以带你向导。哎，怎么一定要找你当我的向导？我只是想强身诚意进地主之眼。那你要先问他可不可以啊？到韩国去找我男朋友，你看，很帅吧？哪来的？去餐厅买的。你要干什么？睡死了，不要叫他。这个生豆腐给他，还有给你吃。为什么要吃生豆腐啊？这是我们韩国人的习惯，吃生豆腐可以去煤气哦。好怪哦，我们都吃猪脚面线。放心，每天去点爱心豆腐，我就会比前天把它吃完。阿妞，阿妞，阿妞，阿妞。
안녕안녕好样的啊，色诱学姐。放心吧，剑姬就拜托你了，姐。你保重。那我走了，保重，要照顾自己啊。拜托你了，姐。你放心啊，放心。我们走吧。见字就拜托了，我走了，姐，拜拜。请问这里是不是沈家？我们姓尹，你可能走错了。对不起。啊，请等一下，你是不是找我妈妈？我妈妈姓申哦。你妈妈是不是申巧英啊？不是，那是我阿姨。请进。中国的一个漫画家丰子恺，你听过吗？他说过，作画意在笔先，意到笔不妨不到，笔到反成累赘。叔叔是说我画的画下笔太少了吗？你的年纪能画出那么让人有想象空间的画确实难得。您可以把那个漫画家的名字写给我吗？我可以请阿姨帮我买哦。没问题。现在在妈妈，这位叔叔在等你哦。靳先生你好，你把话都收起来，妈妈要跟叔叔说话。哦，
他是个艺术天分很高的孩子。是这样的吗？我们都以为他会是个自闭儿。是吗？我小的时候都是这样。金先生，你今天突然间来我们家是？我知道非常冒昧。我已经在汉城住了2年。前一阵子，我在街上看到巧音，其实我心里非常激动。他现在过得非常好。你们也已经是完全没有关联的人了。可不可以请你，建志，大人说话，你站在那边做什么？我要去补习啊。那快去啊。那我走了。这是那个画家的名字。谢谢，叔叔再见，妈妈再见。拜拜。朱夫人对巧英的伤害非常大，巧英也不想造成你的负担。我了解。你不了解，你不可能了解。事情过去就让它过去吧。现在突然出现的你，对巧英来说已经是路人甲，完完全全不重要了。但是在我心里，巧英永远都不会是路人甲。那不重要。金志仲先生，你已经夺走巧英的青春，她好不容易才熬过来，请你不要再夺走她现在的平静。我只想知道，巧英现在幸福吗？她现在很幸福。急了，建之，你阿姨好吗？阿姨她还没结婚，她还是一个人。什么？她现在过得非常好，你们也已经是完全没有关联的人了。她现在很幸福。金承天，金承天！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没关系，我自己来。没关系，是我弄的嘛。我
忘了，男女授受不亲。我看我还是进去换一套衣服好了。哎。徐姐，你给我那去邪豆腐啊，我和宋欣都吃光光了。你对我们那么好，我该怎么报答你啊？想去兜风？可以吗？没问题呀，再给我两个小时，等我把车子整理得漂漂亮亮，香车载美人。那我两个小时后下来。好。青姐姐，你要洗衣服啊？对啊，今天放假嘛，所以我就把我的衣服跟陈念衣服一起拿来洗一洗啊。男生会自己洗衣服，真难得哎。还好吧，我在家都是这样子啊。哦，我的好了。哎，学姐，我帮你啊。帮我？嗯。请你坐好，你站在那。我不好意思整理衣服。为什么啊？哦哦。你没洗衣粉啊？啊。那留给你用喽。哦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幸好学姐的洗衣粉呢。我拿书。哦，你还没洗啊？哎，我正要倒洗衣粉了。哦。哎，你再倒下去，整个都是泡泡，洗一天都洗不完。太多了。我帮你弄好了，给我。我帮你好了，我帮你好了。变章鱼耶，这样子嘞。香芝，你看哪套好看？尹香芝。还不是都一样。
Yobaseo， 啊，学长。对不起，我不是香芝。那你等一下哦。那，学长啊，什么事？小木屋的场景，啊，导演说不行啊。哦，那我去找一下。马上过来。香芝，我看你跟学长好像来电了。啊，你说什么？我觉得啊，学长他在电话里叫你的声音，好像充满了，故意在漏电啦。我看他是想电死你呀！对，工作就工作，什么电不电？哟，你以前不是常说陈俊学长又帅又有才气吗？现在机会来了，干嘛一副不在意的样子啊？我啊，是工作第一，至于其他的事情就随缘喽。啊，差点找不到。你慢慢试啊。这么多衣服啊，房间都留给你了，我去开会。还有25分钟。我想了很久，这个小木屋啊是很漂亮，但是跟其他的场景比好像有点突兀，你们试着再去找一个更老一点的房子。导演，这个小木屋是你上礼拜确认制片才去借的，为什么？我希望你还能找到更好的。可是制片组的人都出去办事了耶。制片组不在，你可以自己去啊。是导演，我们可以，我们会去试试看。做这一行啊，就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陈俊，你是一个很有才华、能力很强的副导，将来一定可以做导演。希望你把我临时的改变，当作是一个磨练，不要让我失望。我知道了。哪里不行哎？他要我们找，就找找看，一定找得到。问题是连个方向都没有啊。这样好了，你先跟我们去挑明天的临时演员，然后再一起到山上找。等看完演员，天都暗了，到时候一定什么都找不到。你们去看演员，我去找金晨天帮忙。为什么又要找他？因为他有车啊。我知道你想要什么，就交给我吧。할아버지저는미다요。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啊。대인이가무사하크미다요네안녕히계세요学姐。你好。可以带我去找个景吗？可是我勉强就算了。아니아니요，不是那意思啊。
等我30秒，我去跟宋欣讲一声啊。香芝去找景，就帮我跟美珍学姐说。公务在身，改天带她去兜风。记住没啦？哎，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左右逢源了啊？这我也不想啊。来 ，OK，OK，OK。OK OK OK、学姐，请上车，请。洗头啊！我跟学姐一起去可以吗？好啊，如果你真的要去洗头的话。看到的啊，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哦，惨了，忘了关起来。喂，好了，阿妈，哦，没有啊，是山里收讯不好。啊？谁？李恩。喂喂，我这边听不清楚啊！喂喂，我喂哦，喂哟耶！喂喂喂！哎呀，不好意思哦，我妈很麻烦的。哎，出现了，就是前面那家，我带你去看。不通啊！对呀，他说山里头收讯不好。早知道就先跟陈天哥哥约好，大老远跑来，这里却碰不到人。原来你不是来看干妈的啊？哎，当然是干妈第一，陈天哥哥第二喽。可是做事情要一举两得嘛，所以才急着找他。哼，你这个小人精啊！这成天呐，要是有你一半机灵的话，我就不会老生他气啦。哎呦，陈天哥哥都常常笨笨的，像一只古代牧羊犬一样，所以才特别可爱啊。怎么连你形容他都像条狗啊？他本来就像啊。我再打打看。哎呦，干妈，你现在打给他好了。你现在看我带给你的礼物。走，好了。这里啊，好像最近才有人走过呢。我不是排练，谁来这种地方？还是有啊，哦，
比如说逃犯咯，他躲在这边一定很安全的。整理起来啊，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一定来不及的。看不到里面。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找，这里不适合啦。地上有东西。可是怎么没有今天的报纸啊？我怕今天会有逃犯，快走走走。好快的人哦！要不，有我在，一定会保护你。快上车。你看看你，脸都发白了。还想要学人家装英雄，怎么样？你还想保护我啊？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保护你。你要相信我。那个方向，如果他不是为了拿酒喝，他也不会拿钱。你不要这样想啦，绑匪他们一定注意郭家很久了，只是刚好让他们等到这个机会喽。曲姐，我想起来了。在草丛里的那个人
就是我们在太原家碰到那家伙。对。那个人就是绑匪吗？啊、哦！哎，你记得他的长相吗？是味道，就是他的味道，没有错。我先打电话给警察。哎，味道！哎，你真的那么神吗？真的要？要啊！哼，你作弊，挤眉弄眼的。我没有啊。快发牌啦！我要嘛。啊，爆了！你看不出来他打 pass 给你？我没有啊，我只是希望大家多考虑一下嘛，啊。梅珍，过来一起玩。哦，香香还没回来吗？没有啊。哎，他跑哪里去了？从下午就没看到人。他跟金成天到山上去找景，早就应该回来了吧？跟金成天？嗯。啊！我居然忘了，成天要出门之前要我跟美珍学姐讲，说她陪香香学姐去找景，所以不能带你去兜风。居然忘了，哼，原来她跟香芝出去了。哎，狗现在已经爽毙了，跟她住在香芝学姐独处。发牌啊！자 여러분, 질문 사항 있으시면 질문하여 주시기 바랍니다. 이번 유괴 사건은 48시간 내에 해결되었습니다. 사장님과 경찰님은 우리들은 유괴 사건을 해결하는 황금 시간대를 이미 파악하고 있었습니다. 최재. 무엇보다 기쁜 것은 최재입니다. 경찰들이 밤낮을 가리지 않고 불안 상승의 연구봐. 시민들이 협조가 아주 컸다는 것입니다. 学姐这边有咖啡，你要不要喝点咖啡？哎，我们先走吧。可以先走吗？我们又不是犯人，当然可以喽。对不起，妈妈讲的。不要嘛，讲了肯定走不了的。不好吧？走啦！啊！不会吧？又拍我们？快闪啦！他只是把我杀了。他在里头还摸摸妈妈的。快啊！快开门啦！慢点，上来。哎，
香芝怎么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吧？你们都不吃了啊。宋鑫，你都不担心吗？投币干净呢，他好不容易跟香芝姐共度良宵了，换成是我，我也不想回来。可是香芝一点都不喜欢他啊，不是吗？学姐，你没看过电视剧吗？越是仇人，就容易变成爱人。别人的事这么热心干什么？准备开工。是小鬼，你就生气啦？在韩国啊，没有学弟敢跟学姐生气。我没有生气，只是我不会在韩国念大学，所以我永远不会是你学弟。是吗？你在吃东西，我都在你旁边陪着你。既然你还是不高兴，那我们就回去咯。这个面包，学姐，真的没有人说你身上一股很特别的香味吗？就好像桔梗花的香味。我不喜欢桔梗花，因为那首桔梗花民谣的关系。那首歌说的是一个叫桔梗的女孩为爱而死的故事。我讨厌悲伤的结局。你怎么不说话？只是桔梗的香味应该不会影响命运吧。
又这么坚持啊？没办法，狗鼻子嘛。我听我爸说啊，我小时候刚学说话的时候，眼睛都不用往大人的方向看，鼻子动一动，就会知道。爷爷、婆婆，所以啊，我爷爷从小就帮我取个小名叫狗狗。狗狗？嗯，很可爱。然后搬到澳洲，鼻子就不灵。可是，一直到半年前，我开始一直做一些怪梦，在梦里不断闻到相同的味道，就像你身上的味道。我的味道？嗯。然后狗鼻子又复活了，那个感觉啊，就好像上天送给我的礼物，什么时候收回去，什么时候还给我。一点都控制不了。你应该要善用这个天赋。嗯，哦，比如说调香师，把所有你觉得好闻的味道全部把它复制出来。我怎么从来都没想过哎？好，等我当上调香师以后，我第一瓶香水一定要叫做香脂，而且是桔梗花香味的香水。不准叫香脂，先跟我买权利。真的好凶哦。会吗？会，超会。没办法，10岁的时候，我爸就过世了。我妈妈她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女人，我常觉得我不保护她不行，所以就变得超有侵略性。我不希望别人只当我是个女人。那你希望别人把你当成什么？人。一个完完整整的人。我们回去吧，也出来太久了。我来这里以后，一直有一种很迷惑的感觉。迷惑的感觉，就像现在这样。怎么说啊？有时候我会突然忘记这一生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被时光隧道拉进另一个空间。那一瞬间，我好迷惑，不知道我究竟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
那你呢？我也回房间了。哎，帮我跟美智学姐说对不起啊。你应该自己跟她说。不好意思啊，太晚了。晚安。对了对了，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像今天一样开车跟你一起出去玩？ 再说了，晚安。香芝，不要漏掉学姐两个字。学姐，学姐，哼，我看你已经吃过东西了。如果你想喝的话，就拿回房间喝吧。你喜欢喝强烈刺激的咖啡？ 喜欢喝酒，为什么？不关你的事。每个人的习惯都会不小心透露出自己的心态。你喝酒是为了看起来像个坚强豪迈的人，在韩国的社会里得到像男人一样的尊重。你留着自己喝吧。嗯，没有没有，随便说说的。你喝吧，我特地买给你的。我只是想关心你。 下次买酒呢，别忘了还要绿茶跟口香糖。绿茶和口香糖？这是香芝牌独特鸡尾酒。绿茶呢，可以解酒；口香糖能去酒味。既然你这么有心，就应该要做全套的服务啊！开玩笑的啦。 我很认真的，我会把你的话当做圣经。不过还是很谢谢你送的这个啦，阿门。啊？读完圣经要祷告的啊。哦，嗯，对，阿门，拜拜。 48小时啊！不要跟我讲你全雷打，连球衣都还没换，哪来的全雷打啊？哇，你去了那么久，连球衣都还没换，那你准备当我狗奴才啊？哈哈哈！哎，你不知道你这个绑架案的破案大英雄说话吗？说话请放尊重一点，郭太人了，哼，已经被我救出来了。我不信，哼哼。你什么、啊？ 哎呀，又忘了！你妈今天打了3、4通电话过来，叫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打电话回家。哎呀，怎么那么麻烦呢？奇怪，今天一直忘东忘西的。哎呀，我电话放在车上，我去拿。哎，我忘了告诉你了，香芝说下次她还要跟我一起开车出去玩。 输定了吧，嗯，10年的狗奴才，妈，你不要再念了啦，我今天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在做。Hello，Hello，你谁啊？
以恩，你来干嘛？帮我过生日，你无聊。好了，我再过三四天就回去了。嗯，你叫我妈陪你玩嘛。喂，喂，哈，没电，完了。妈一定要给我挂一挂电话。算杀了我，也不会改变什么。浩言是我的未婚妻，我深深爱着他。既然爱他，为什么不成全他？我只想请你成全我。在浩言心里发芽的，是我和他爱情的种子，将来开花结果，是我们的爱，与你无关。我杀了你。真心相爱，算你杀了我，也不会改变什么。既然爱他，为什么不成全他？